哎，我说你这人也是真抠啊！大公司老板让我请吃亏，哇！不好意思，见过下，不好意思，见过下啊！不好意思。那也没位置啊。哎，就坐这儿吧，老板帮我们收拾一下。好嘞。哎呦！哎，菜单给我，菜单啊！坐呀。跟你说呀，他们家的这个牛蛙巨好吃。 来一份牛蛙，哎，你能吃辣吧？龙虾，好了，老板就这些。哦，对了，两听雪碧。好嘞，我这就给您上菜去啊。好，来这个。哎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我跟你说呀，他们家这个牛蛙真的非常非常好吃，保准你吃完爱上它。经常来吃啊？我的食堂。你还挺有钱啊。这。 这没你吃的这贵，再说了，那么有钱，这都是不是应该你请？嗯，雪碧。大肠杆菌。啥？大肠杆菌，拿来。 牛蛙上来了，快快快快撤！妹妹，那个麻烦你帮我拿一碗水。好，开水。马上来。不是我说，这大夏天的，你喝热水呀？我给你点的。我有雪碧了。你不是现在应该喝热水吗？我不养生。那你喝吧。快了。 我说在这吃饭都这样，真的没事儿。我妈呀，她是一个特别有规矩的人。那你学规矩应该挺累的吧？如果你从小到大都是这个样子，你觉得会累吗？不过我和你不一样，我很自由。从小，我妈就对我比较松，除非她工作的时候啊。来来来，吃吃吃牛蛙，最好吃。 所以你就像个野孩子一样，什么野孩子？我这叫自由，放飞自我。谁啊？露珠，你怎么找来我家？酒吧老板告诉我的呀。你昨晚上没去唱歌，我担心你啊。 做衣服吗？哦，这些都是我姐在弄啊。啊！哇！哎，你别乱弄这些，我弄乱了，我姐会骂我的。嗯，这也是他做的呀？对啊，他很厉害。哇！才女！哎，你们家好多狐狸玩偶呀！哇！ 这个箱子好可爱呀！哎，你能不能送给我？这个是我姐的，你要不还是放回去吧。你都不知道我为了找到你家找了多久，走了多远的路。我这么关心你，你都不知道对我好一点。好，送你了。